我说他妈怎么键盘不好使呢？我没插。碾碎他们！我说怎么干按键盘不好使呢？全军出击！哪玩意儿呢啊？翻身上单。First blood。严阵以待。你给我别吃。好，你吃，我走位。哎，这没晕上，好难受。那你扎不着。现在该我了。这我必须得换你啊。这塔下我能不换你吗？王者打野打这么慢吗？打到现在才他妈升到，哎，你四分钟打两组野，这是怎么打的？严阵以待。老一直戳不是个事儿啊。嗯，老一直戳我真不是个事儿啊。玩呢前期挺难打。出招吧。蓄力了吗？我咋没看见呢？那啥叫蓄的力啊？那潘森有点东西，还有个屁。那你看我有没有东西？还有个棒子。严阵以待。哎，你老说我嘴硬，那咱们打个赌。
这样啊。没想到吧？这把这潘森，接下来我杀他一回，你给我来个飞机，没有问题吧？我这把要是能优势，是不是就说明我有？谁嘴硬？那就是你嘴硬，对不对？没问题吧？咋了？被杀了呢？被杀了就被杀了呗，被杀了又能怎么样呢？没办法呢，被杀了，确实打着半身比较难打。哎，我还是非洲。走呗，没事啊，打个点烟出来可以接受。还给我怎么退去来呢？
不亏呀！别没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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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别没！好，出招吧 ！Killing spree。物件儿。An enemy has been slain.怎么的？还是主 Q？消耗消耗流啊！真是挺烦人的。没想到吧，我又回来了。那人家大招就往我这飞呀、啊！出招吧！你有二速鞋吗？哎，一直追啊！啊，别追了好吗？能别追了吗？能不能？喂？一直追。
哎，我追你了吧？啊？哎，我追你吧。嘴硬那些哥们儿咋没声了呢？要我说，我就不乐意跟你们犟。嘴呀，你他妈钢钻都硬，稍微死个两把呀，那潘森有点东西。我说他有个屁东西，完事呢就剩我嘴硬，咱也不知道谁嘴硬。完事儿鸡巴让我一顿杀，就不放屁了，开始。没我硬啊啊啊！没我硬。不跳你，后边可能有努努啊。战绩开始都没挣。不是，我一开始跟着潘森打的时候，我是一杠三打出来的吧？你现在又跟我谈一不一杠三的问题，老跟我转移话题。我说这潘森屁东西没有，跟我转移话题。好杀呀！来一个青龙刀，你还不是靠猫吗？没猫你也没东西。你下车，我记得这猫上车以后我只杀了一个吧，那前面那几个你怎么说呀？那他们有队友不靠我打英雄联盟干啥呀？打云顶之弈去得了，靠不靠猫的？哎，你要觉得咱俩厉害呀，谁厉害？你要觉得你厉害，你就给我下挑战书，行不行？你就直接给我来一首挑战书，你别在那儿拿嘴逼逼，没用。靠不靠谁的？你要下挑战书啊！你要下挑战书，你这，主播啥也不是，比我差太多了，我随便吊打他。
给我直接来一首挑战书啊！今天你抽粉团飞机饭卡我包了，你敢不敢跟我打？那咱俩就来。只会扣字儿。嗯，这个不是比的什么意思？啊，疼！五子棋怎么？你看。我跟你他妈在这玩英雄联盟，完事你跟我来个五子棋怎么输？你说我咋跟你说？你说我咋回你话？你让我怎么接你？出招我跟你说这个问题，你跟我说那个问题，完事你说我嘴硬，就老这样事儿。承认别人说的话就那么难，就是我知道，但是我就是要降一下。你跟我说啥没用，这潘森就有东西，我说他有东西就有东西，你说没用。我不管你战绩啥样，我也不管你跟他打的怎么样，他操作怎么样，我只要说了，哎，你就是那曹操。虽然我知道，但是，哎呦我操，人是真多呀。这一下给我来四五个人，怎么大龙是对面的呢？别人说潘森有东西，你非得说潘森是个屁，你就不能夸对面一下？他确实是个屁呀，他跟我比确实是个屁呀，你让我咋夸他？你让我硬夸呀？没想到吧，我又回来了。你要我硬夸，那我也夸不来呀。硬夸那不才嘴硬的吗？你非得让我违背自己的意愿，你说是？总结出来了吧？到底谁嘴硬？还是我嘴硬，
那我嘴硬的点在哪里吧？你跟我说一说，我看你说的对不对。就咱单论这个攀升，这个有没有东西这件事儿呗，好吧，咱们论一下。啊？哦。An enemy has been slain. 我好像没点那啥。安森十杠六，你八杠七，他是 P， 你是啥？我220刀，16级，他打完大龙15，他3件套，我4件套。你光看战绩，你是啥呀？你会看游戏呀？玩个攀升有优势，还他妈出脆起，那不是个屁是啥呀？你会看游戏呀？你懂，你能玩得起英雄联盟这个游戏呀？你也配指指点点，你配吗？我问问你，你配吗？你除了看战绩，你会看啥呀？我被屁单杀啊！那我被屁单杀，惹赛被我单杀，我比惹赛狠，赢了吗？那你这么说的话，那我也有说的。别打职业了，我去打得了。你要那么说，我还无敌了呢，我他妈世界冠军我都比他狠。说那些屁话有啥用？打了一下小兵，头哥的意思是惹赛不如。那你自己说的啊，有没有人说我被屁单杀啊？我被屁单杀，那我把惹赛杀了，那惹赛不如屁呗？你的意思是，这不你的意思吗？这不是我的意思，这不是刚才那兄弟的意思吗？我听他的意思就这么个意思。马天飞羽，难道不输惹赛了？那让我杀的世界冠军多了呢？怎么的，我就比他们厉害呀？他也不知道怎么玩了，他也不懂，不知道爸爸。我单杀几个世界冠军，那 IG 一对全让我杀过。我杀了他一对，两个人吗？没人还是三个人？三个人不打，两个人可以打。传下去，太气势感了。我没说啊，不是你说的。老嘴硬。这把居然能打到远古，
我真没想到你们打了这么长时间。别踩晕你。看看啊，能出个什么？最后一件2700块，来个蓝盾。这都是开玩笑的事。有的人他就阴阴真真的跟你说，开真实的二杠七，你九杠八，他是批你是啥？一本正经，这属于是正正经经跟我说的啊，他都不是在那开玩笑的说的，老正经了。还有我媳妇儿。看了一个视频，底下评论啊，有人问说是我媳妇跟我什么时候认识的，有个人众所周知啊，猴嫂是全民的时候猴跟猴哥一起的，咱都不知道哪个众所周知，一本正经搁那胡说八道啊。你也看过这个评论啊，还众所周知。我没直播前我就跟我媳妇儿搁一块儿呢，他众所周知，他知道该批，他众所周知。